今天我们有专家就看了哈，就说像我们的黄先生他就说，其实拜登啊，他现在要忧内政外交，其实没有办法有太多琢磨。那其实他还点了两首歌，好，两首歌，一首送给川普，一首要送给拜登，是什么？大家可以在这边先来帮我们猜一猜，到底是什么歌？待会呢，我们的戴习清也会带他的歌喉很好，大家都知道，待会我们要请他现场欣赏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先来听听黄先生怎么说。他这个演说，一如预期，就是主要是，以美国自己内部的问题为主，强调团结和谐、爱与包容。那么基本上，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他是，抚慰人心远大于激励人心，所以他在外交政策上并没有太多琢磨。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嘛，所以如果内部没有搞定的话，可能会影响到外交。不要过早的去测试美国拜登政府的意向，那么逼他们去把原来放松的东西、放宽的东西又再度的收紧，所以我觉得民众当然会期待每天都有好消息，但是一年才过年一次嘛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的心也先稳下来，然后从实质面来巩固台美关系。美国跟中国大陆一直都是竞合的关系，只是在川普政府的时候，他的合作变成很低很低。那么美中如果只有竞争没有合作，对台湾是不是一定好？也未必。它会使得台湾的运作空间也缩小，逼台湾选边站。应该是美中缓和，或者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竞争跟合作走向一个比较均衡的角度的话，才会给台湾或者是两岸关系开一点点这个口子，让我们有机会，在中间找可能让台湾更安全，让整个台湾经济发展能够处于一个更稳定的环境。美国重返 WHO 不是为了台湾重返的，所以大家不要有过高的期待，也不要用佛旗是不是有为台湾发声去检证台美关系。好，到底是什么歌呢？我们先卖个关子，但是戴习清他有自己有想要点选的歌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什么适合？来帮我们来个两句好不好？两句哦，两句那就、那個、要三句四句也可以的。就是那个，我说黄健老师有讲说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对。还有谢谢你曾经爱过我。对。那如果我们台语歌来表达，就是翁叔的喜外安慰，成了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台语歌。就是过去我们可以同时维持台美很好的关系，也可以维持美中台非常好的三角关系。对。这样的过去非常好的一个记忆，我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能够呈现。而不是单压孤边，干压某位政党候选人的大腿，哦，那我就献丑两句，希望不要影响大家食欲。唱副歌好了。好好。不管你几阵风吹过来，几阵风吹过去，爱你。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，肯了解我的梦，爱你。你无爱我无所谓，你放杀我无所谓，王叔就是我的安慰。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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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的真的很好，但是有点心酸呢。对啊，就是我希望坦白讲哦，这东西不是零和的游戏。可是我觉得这四年来，一方面因为川普自己的企图心，二方面因为民进党的刻意炒作，再加上过去不管是香港的反送中啊、选举的因素等等，其实我刚刚一直讲美中台三角关系可以处理得非常得当，而且是做一个平衡三角形的一个状态，而不是说我单压孤兵来做大内宣为了选举的诉求。那作为一个有格局、有视野，为了台湾人民好的负责任政党，应该有这样的思维。好，那刚刚我来现在帮大家解答一下，其实刚刚议员已经讲了嘛，就是黄介正呢，他就讲说有两首歌哈，一首呢他点的是我们看到，他说要送给川普是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那送给拜登的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哦，这个感觉都是好像。怎么都爱不掉啦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委员，是我可以唱，我要跳首唱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好好好，这是潘越云的，但是那个旋律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哈，我就试着唱一下哈。好好好，来，
谢谢你曾经爱我，那是当我真正的爱过以后，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难过。应该是，今天真的很值得哎，谢谢谢谢，两位都是那歌神。那你要唱另外那一首刚刚点的舞蹈的歌词，同安格的，同安格的，对对对，那个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这是我们对拜登的期待。对，我希望希望要爱我们了。好不好？是，我这样看了，因为这个川普在要离职之前呢，大概几个礼拜，他一直对台湾加码。对呀，加最大的码是什么？你知道吧？取消所有的限制。限制交流。就是说，过去来讲，他就是台湾跟美国没有正式的邦交，可是实质关系很好。他们就是 A I T 在我们这里，我们呢有个驻美代表处在美国哦 D C 那里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，那个那时候有规定，我们所有的部，我们所有的官员，都可以去任何各个地方，只有 D.C. 六个人不能去，总统、副总统、行政院长、国安会什么外交部长、国防部长，只有六个人不能去。那他现在是取消掉了，六个人都取消掉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代表说哈，蔡英文总统要去美国也可以去，去 D.C. 我讲 D.C. 哦，嗯 ，D.C. 哦。就不是说像以前说我是过境，然后你还记得吧？李登辉那时候是过境的时候很不爽，所以你就说让我过境，还穿个睡衣出来接待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所以就很清楚看得到这么好的往前突破。啊，我认为拜登短期内要把它往回拉是不太容易的。嗯。那台湾既然我们能够这样的一个美国对我们这么好，是不是就做给老百姓看嘛？总统不去之前。院长先去啊，行政院长去，对，至少我们踏出去一步，踏出去，就说我要去你啊，会杀你不？啊，你就讲会杀你，我要去，因为你不来嘛，本来他不是他要来吗？驻联合国大使要来，而且本来还传说蓬佩尔可能要来，国务卿要来，啊，你不来我去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既然对我们这么好的，啊，都讲到做到啊，对，赶快行李收一收，机票买下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苏院长先去啊。对，但刚刚哎，现在我看一下我们线上网友，现在有1.6万，还是请大家赶快帮我们转过来中天新闻。那大家都说哦，两位真的唱得太好听，恋爱了，被圈粉了，耳朵都要怀孕了。但是有没有除了这两首歌、这几首歌之外，还有没有更多网友你还觉得有什么歌也很合适的？好，我们看到曾庆龙说《真心换绝情》嘛，也是蛮有感的。好，还有戴哥超帅又会唱歌，淑华美丽，淑华委员太美丽了哦，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。好。